我不敢挖那个泥土啊，刚刚被那个炸，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哦，很可怕，超恐怖的。哦，这样进度会变比较慢一点。哼。哦，左边那边也有去拿了。对。看一下。木头的话，看要先。然后那个好像 TNT 真的挡不住。对。什么东西 TNT 挡得住？盾牌啊，就拿盾牌啊 ，TNT。可是我看你们怎么都直接被炸掉了，就是 TNT， 就是因为挡不住 啊，直接炸啊。我盾牌放在那个，还是做一个我放在那个箱子。没关系，你先坐着，先坐着。要我坐了，我放在那边。团团哦，哎，他们团团在中间哦，有看到。嗯，我做一把剑。喂，我浓香木头啊，对。可以 go， 哎、欸，他打你，哇、哦，超恐怖的，他在炸，超恐怖的，超恐怖，小玉，我不要过去，你搞错区了，他会害你爆炸，你下面真的会爆炸，超可怕，他会挖泥土哦，那泥土有机会爆炸，超恐怖的，我吓死，让你爆炸。有没有一点石头啊？有。哦，刚好放一点点的。我去找团团他们啊。好好好。小心哦。危险器。哎、欸，中间被拿走了、哦，被巧克力他们拿走了。我、哦、被拿走了。欸、哦不！哦，哎、欸，这里怎么一个洞啊？不、欸、不，我要死了。你小心，嗯。哎、欸嗯啊，你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你跟我说没关系，你就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活着？你怎么也没有？你那个，因为我不是在跑那个路吗？嗯，结果你那边炸完之后，你看那个中间空格一个洞，你然后我刚好跳从那个洞跳下去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今天全部都是自己不小心摔死、欸，哎，我真的是，我怎么办？你好好活下去、哦。哎、欸，你要嘛就是挖土自己死，要嘛就是被别人搞死，要嘛跳下去死。没有，我想要去，去他们那边挖土害他们。哎、欸，可以，我去挖个土。对啊，你身上带一些土，然后你做个铲子，然后去他们那边开始狂挖。你做铁铲，有金有铁。你做铁铲，里面有铁，里面有铁砖。你先吃金苹果，然后做铁铲，然后开始狂挖猛挖。找一对狂挖他们的洞。哎、欸，有人要过来了，白痴。欸，他们云月好像要过来了，没关系，他叠过来，你叠泥土，他们就只能挖掉或怎样的，有没有？对，我泥土不多哎、欸，箱子里面还等他们快到的时候是狂挖猛挖，快点！哦，他们快到，他们快到了，那等他们过来，他们要过来了。你的铁铲，铁铣准备好。你的铁铣呢？你的泥土先补墙、哦，你先补一座墙。他们过来的时候，你再挖挖泥土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站远一点挖，站远一点，站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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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他们很怕。哈哈哈哈哈！泥土很可怕哦，很恐怖哦，泥土很恐怖的哦。我们泥土大大、哦，你往前补，他们就只能打掉或往上叠，有没有？嗯，他现在没有、欸。你先把木头，你先把木头分解成木材。对，分解成木材。有木材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然后你再往前靠近他们，嘿。然后知道你是神经病，不好了。哎、欸，酱油跑去炸人了啦！哎呀，哎、欸，上面也爆炸了，要死我！我觉得我要去弄哈基他们了。可以，哈基他们，你可以啊。我看一下他们在看你哦、喔。你就拿着铲子，然后去他们那边挖。没事，哈基没在看，哈基在酿药水，哈基在酿药水，他在酿药水，他酿药水。哪里有洞啊？哦，这里哦，前面土在前面一点点，土前面的土，前面的土，快！没看到，没看到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快跑！挖！哎、欸，你不要在水里挖了，你不要在水里挖了，随便挖，游泳，你怎么会挖？你不是生存达人吗？你怎么在水里面？我刚这一块只能到水里呀、啊！啊，怎么剩下其他们？莫名其妙就剩他们了。哎，剩下米菲，还有米菲。刚刚有一个床爆炸。
哎呀，我笑死了！冲过去，然后在水里面挖。等一下，我他们怎么是用树叶叠啊？太狂了！哦，用树叶叠还蛮厉害的。其实我刚刚是想要啊，对啊，直接剪的，好像也是。而且剪树叶很快、欸。神木啊，我就在等神木，对、嗯，一直没有神木。泥土爆炸、啊！不是，我觉得最好笑是刚云浪过来，然后你叠泥土，然后不敢靠近，超搞笑。然后他们就跑回去了。等一下，我就发现米菲这一队没有鹅卵石制造机耶。哪一个？哦、他们弄坏了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爆炸炸的，没有，冰块还在。哦，冰块还在，不是完全没做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他们应该一开始，那就是一开始直接做剪刀，然后就直接去旁边。哦，对耶。可是一开始剪刀要剪的树叶不很亏耶？嗯，对啊，是没错。树叶很亏啦，因为你铁可以拿去做比较好的东西。米菲，你勇气好。可是他如果有拿到旁边东西就还一堆人头在看垃圾，哎、啊，酿什么药水？我看看。隐形啊。因为我记得最隐形药水，我记得斜边的会拿到一个砖嘛，所以也还好。刚刚有讲啊，金苹果在加发酵蜘蛛眼啊，并没有好吗？怎么并没有？嗯，是金苹果吗？不是金红萝卜、哦？金红萝卜啊，对不起，红萝卜、哦、改力量药水哦，不是，还是他酿错了？没有没有，他刚刚有酿隐形药水，他本来就会酿力量。我们刚刚第一场他就是在酿力量，米菲被炸到了，你在哪里？他们这个斜角，看到。啊，挖泥土真的太可怕了啦！那开场真是挖那个泥土，真的是压力很大。压力山大。他们喝药水了，要出发了。欸，我觉得我们这样好了，我们就如果等一下，干脆就这样，用树叶，然后拿泥土当人质。然后就放一堆药矿，没有就做一把铲子，然后弄树叶，然后去人家开挖，啊、就下去了，下去了，飞了，死去的，啊，你要来当混乱邪恶的人，我也要去当混乱邪恶，叫大家给我一把铲子，捡了树叶我就出门了，捡树叶直接冲了，那这样从此就没有树苗了、欸，可是可以拿得到啊，旁边诶、欸，箱子里有吗？天啊，有箱子里有太搞怪了吧？根本用不到力量药水跟隐形药水啊！对啊，他自己很忙哎、欸，我打完这个还有用啊？一点用都没有啊！你要用绿队的口水是不是？绿队谁收买了杰克？没有，是你队酱油炸了我队友，我不开心。没有，你这样炸都是只是字面而已啊，没关系啊。哎，是他跑过来给我炸，不是我炸他。哇塞，你到我们家，哎，你来我们家，哎，我们这是战术啊。至少带走一个人很棒的，酱油没事。我跟你讲，那里没人就。那里没人就是我的家了。酱油，但是你家没有人用，为什么你在拿东西啊？那你出门代表那个家不是你的了。你们家超丑的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讲家丑，还让我们家丑，我的天哪！还写他这个人，还嫌弃耶。最后米菲超可怜，因为物资他没有，他都没有物资，他就只有一根棒棒，一根木棒。我说你赶快笔直垫高，笔直垫高，就他是直直的出去。我说不是那。哎，杰克，我想问一个，那我刚看到我叠三个泥土，你不敢挖？没有，是允月没方块了。然后我想说，我没方块，然后允月又跑回去了。你知道然后我就跑回去了。繁星跟我讲说，我就放泥土，然后当炸弹给你们。对啊，哎，这个泥土好可怕哦，泥土真的很可怕。我们这边炸两次。我就这样下去了、啊，哇！你直接被炸下去，对，我第一次被炸，整个滑鼠唰一大下，你知道吗？吓死！超大一个的，对啊，可是他没有伤害、啊。我是站超远，然后往前面三格，我有两格挖的。嗯、他会把地形破坏掉、啊。站在边边挖，他只破坏地形的，没伤害啊？有吧？有这样就有泥土了。会飞吧？没有，只是跳一下也没伤害、啊。那还好，跳一下也没伤害。
还好啦，这一场就那个 30% 而已啦。30% 吗？已经不挖泥土了，各位。要减速早挖，早挖。可以挖起来。挖泥土要怕，会怕。减什么树叶？从来没有在怕的。对啊，没在怕的。对啊，分分直接挖树叶啦！爆爆王！牛逼呀、啊！牛逼！牛逼！牛逼！那、啊、下去了，下去，下去，下楼喽！啊！你刚刚，我想要做，原本想要做那个鹅卵石制造机，然后一直被炸，一直被炸，然后那个地都已经整个超空，我就不想要怎么做，我想要算了。哦，难怪我想说怎么。你们还没做制造机出来，不是那个一直炸，我们有没有规划好的地方呢？就被整个被炸。了解。那怎么办？我可怕，那等下我来弄，你们去外面，我来弄。好，我觉得捡树叶还是 OK。对啊，捡树叶，那你们先去捡树叶，我在家里挖。我觉得它掉这个苦力巴的位置是在方块那一个就还好。对，但是 30% 要更高。我们刚刚是一下去就先三个人先分散，站好位置再来。啊。避免有没有一下去一挖就直接被炸飞，像刚刚的 Jerry 一样。那如果是只挖脚下两格嘞，应该也可以，就是至少离开那个箱子。好，不要把箱子炸掉。那就来 ，Go Go。九，那哈基用合成台，我做剪刀。好，蹲下，小心小心。合成台。有人爆炸了，有听到爆炸声哎！哇，杰克的血！哦，我觉得你不要直直往下哦。没事。好，你会不会把我炸下去？不会啦。是，啊，现在做是不是？做什么？合成台？还没。嗯，那我做。好，我只是很怕被炸下去而已。有木头 Q 出来哦，我直接，哇，等等他们也在叠，我就跟他比速度。你们可能要看我这边哦，可能会跟团团尬上啊。好，快到，团团开了。哇，慢了。哎，他打你。我也想要打他。可以。有床吗？我没有。我去炸他们一波啊！他打下面树叶啦、啊！我死了！哎、啊，你死了！啊、那不能炸了！哇，可惜他打下面树叶！哇，那我们这样子少两边呢，而且他们如果过来一炸，现在我们就很吃亏。我们现在最缺东西的哦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他进行努力。如果他们来，我就。炸掉他们，就让你一个人 play， 没办法、啊，没办法、啊。嗯，团团想做 TNT， 嗯，挖沙。不知道他们要再过来，我们这边等于是两边都没有拿到了。没事，那个有人来了吗？杰克是不是来了？还没，杰克对，准备要叠。繁星帮我们看哦，杰克来了，接起来了，他想用 TNT 哦，他想用床哦，他手上拿床，我有床，我威吓他，有，至少一换一，可以，那你过来，好，没有，他没床了，这样是好的，他没床了，没床了，对，好、哦，没办法，他那个自爆，与其两个人死，不如一个人死，嗯 ，OK 的，嗯。好，我只好站这个位置挖了。哎呦，被爆，没事。哇，阿金你最 QQ 的。二打一，嗯，刚刚比较可惜，繁星先被摔了，不然我们就可以先炸他们。对，因为我刚想说他在挖脚下的东西，我想然后赶快跌过去，结果他是挖脚下的树叶。哎 ，QQ。噔噔噔噔！啊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！我觉得爆炸床真的是超混乱，真的。有来的话跟我讲一下哦。OK， 好，会帮你看。
听到团团尖叫，臭傻逼！他们完全没有在做那个制造机、嗯，其实还好啦，因为下面的石头又还有一圈可以挖。嗯，我觉得你可能就抢中间垫高吧。杰瑞是不是来了？嗯，他是拿土而已，拿沙挖沙。然后他们，Bobo 又做出黑曜石了。哎，那个团又靠过来一点喽。团团好像有想过来，他们感觉都是凶的哦。还有金苹果哦，他垫过来了。你箱子还有一些牛排啊，你走了。你箱子还有一些方块，还有17个土。看什么东西？看什么东西？哇！他们这样等一下也可以叠上来追到你哦，因为他们箱子里都还蛮多物资的。没关系，他们没有木头啦，所以他们、嗯、没有、啊、我们的箱子有啊。干嘛啦？他把岩浆堵起来啦。噔噔噔噔。他拿了方块，他感觉想要上去找你，还在你面前吃。哇，米菲还有吊灯，哇啊，应该让米菲。哇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船走了？哎、欸，干走！哎、欸，干走！小心哦！有了！这个漂亮，哇，可惜。对，米菲已经看不到路了。对，他就想要挡你视野。看不到 F5， 我跟你讲 F5， 如果你可以把一个人打下去，就可以下去堵住水流。看不到啦！哇，他们真的是硬要跟我们干到底耶！干什么？至少他哦啊，可惜看不到路，米菲。团现在应该垫脚石也够多了。团垫脚石应该也够了。团被哎，可恶！没有他在开始动手干嘛啦？他需要垫脚石。嗯，他有剪，应该有剪刀，所以又会再剪。你有足够的食物吗？没有，完全没食物。哇，箱子里的牛排在箱子里。太合成！哎，你怎么挖？哇！还有盾呢！哦，有你还围慢咪啊！哎、yeah, ，你要秀也先讲啊！我手滑了。哎、欸，另外一队打起来，波波要打起来了。我以为你是要秀啊，没有。哎、欸，这一队好精彩哦！这一队是的，哇，这个还想用 TNT 炸。哦，露米这边捡走了。哇，这里一直想用岩浆，他们总还发呆。这怎么抓到自己了？哇，露米，不会吧？就这样子吗？上去吧，笑死了！给 Lumi 配音哦，哎、欸，我还活着，然后哎、欸、有岩浆撞一下，可是你刚刚打的团团，你知道已经 nerf 了吗？ nerf 你知道有一个很好的队友拿着吊杆吊着他的头，然后一直好扯，然后从头到尾都在浮标，我看不到他技，他没有用、啊。我们这个物资还没弄起来，他竟然没有斧头，破不了路。然后其实我原本身上铁装会更多啦，但是我不小心做成了一个铁栅栏，对。难怪、欸。为什么是铁栅栏？没有，做成铁栅栏。哎、欸，铁栅栏不错哎、欸。我觉得跑酷哎、欸。真的是。戳死了，那铁之剑真贵啊。
会吗？十六格方块哎。你那个那么细，很细，很容易掉下去，超危险。那个30%太扯了，我们一直爆，我们一开始慢了哦。我在那边打树叶，一直很怕被炸。那个真的是30%而已嘛？我刚刚连爆两颗哎。30%，你该去抽卡了，你去抽卡，快点。抽卡。等我现在抽，我现在抽一波，等等先。哇、它还有别的地形。特别的哦，哦，讲一下哟。这应该先换个赛吧，换一个。那我去 Happy Soul 抽个箱子好了。哎，对耶，对，三月了耶。进抽，进抽伺服器。嗯，哦，进抽伺服器，不要乱进。好可爱哦，我今天进去，那不是放头吗？然后我是一只蜜蜂。哦，是一个宝贝球，开始夸自己吗？进去，哎，我好可爱哦。没有，是说蜜蜂很可爱啊。怎么了吗？不可以说蜜蜂很可爱吗？蜜蜂很可爱，就是你很可爱啊。就是你很可爱啊。对啊，就是你很可爱啊。是吧？是什么了吗？有错吗？就是蜜蜂哦。没有，可以进来，可以进来。啊？有秘密。哦，我快笑死了，我不要了。香。我快笑死了。雪地了。哎呦，这一场呢？雪地，所以会怎样？水可能会结冰，会有雪宝，会有雪宝，可以，雪宝可以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会，听说雪宝162公分哦，会冷，对啊，哎，雪宝跟你一样高，对啊，超恐怖哎。我天哪！主要就是极地床的话是不会爆的哦。哦，刚刚还是特别的，但是这个就是你的水流都有可能会结成冰块，嗯，很火爆啊，很火爆，但是水都有可能结冰，所以你的那些水流有没有可能都会噗都变冰块？哦，啊，有够尴尬，嗯，啊，那很危险的，要是没变黑曜石会变冰块，再用手打掉就好了。你没有只有这两个选择吧？你不是变冰块就是变黑曜石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看你要选哪一个。你不能来点别的吗？变黄金，变黄金，变点金术师，变。那我们也增加好不好？这个炼金术师是不是可以？炼铁术师，炼铁术师，炼铁。挖鹅卵石有机会有铁矿哦，是鹅卵石，不是石头，所以鹅卵石制造机有用了。哦，有用，黑曜石了，不要再黑曜石了，鹅卵石制造机可以有铁哦。好，可以那个了，10%，对。然后作者说，开场会下雪，开场还会下雪是不是？就是故意要结冰的。对，就是这里反正就是雪地，所以水要小心。嗯，反正你水旁边放火把就不会结冰啦。是啦，你水旁边放熔岩就会啊。所以，哎，是中间那个放什么？放岩浆啊，重要哎。对啊，萤火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萤火打掉会有木炭啊。对啊。哦。对哦。对对对。就加油，加油。烧原木也可以吧？嗯。烧原木也可以，对。对，可以啊。来，摸满一个笨东西，行了，好。雪有爆炸吗？那个挖土吗？啊，挖土有爆炸吗？开吗？挖土爆炸？先没有哦，没有。想法吗？提醒，捡树叶啊。挖土没爆炸，安心挖挖。三个铁嘛，一个做剪刀，一个做铁铲啊。铁铲我觉得还好喂、欸。真的吗？嗯。可是剩一个铁嘛，想说就。嘿。可以，你可以留的啊。然后开场冲一点、嗯。都可以。啊。啊。那你要做什么？那我打木头，我做剪刀。好啊。好。Go go。999，那你们先挖土。好。好。剪刀剪刀。哦，下雪了，下雪喽！
可以残血，可以残血，可以残血，对，然后就有方块了。我合成台做了，不过残血它也要很多哎，感觉先挖土还是比较快、啊。雪球没办法、啊，那个不是 IP 手，对，好吧，看一下哦。我往那你们两个可以集物资，集物资，因为我这边可以垫一个，你们直接先盖，往另一条。好，反正你要盖嘛，我盖。你盖，哎，给我，赶快先盖，不够再，繁星再补上。好，哎，我这边已经拿到了，漂亮，哇，这画面，有这个应该这个快到了，繁星又要冲。好，我快没了。好，我来了，最后一个，我来玩。是，有这样有。酱油他们过来咯，有再看了，再看了。好，我先做一个铁剑，我们的木头不够。不够是正常的吧？都剪掉了。对，对啊，所以可以剩下再打，而且旁边可以再铺一条路，再把那个树叶打掉，就有机会吸到了。那只是先垫出去而已，往后。我的工有了，哎，你们拿到蜘蛛网要不要放一下？有都放，我放。哦，这样来了，哎，这样来了，他干嘛？炸弹，他炸，就说没有炸哦，他听不懂哦，不听人讲话呢，他就不听人讲话啊。真是不听人讲话呢，气死了！看他这活该被打下去啊，气死了！白痴，怎么那么气哦？气死了！气到我不知道要干嘛的了。绝对救光！我去！我们没有素描、哦，就是树叶的这一条路可以旁边垫一条过去。哼，来，图给你，我做四招机。好，还是我过去打他们啊？也可以啊，可是直的我也有点怕会被打下去，至少要一个盾。我可以有盾，那好，火 OK。我把其他的物资都放在箱子里哦，丢里面了。嗯。哇，有点衰，不然就是叠去那个啊，欸、那个那种岛。我想去打消他们啊。好啊，他们只剩两个人。不然去打他们，他们有数啊。对，那个这我们先换一下位置哦、啊，因为我有盾，然后他们也没有爆炸的手段，所以这应该很 OK。小雨，想斜着打，没事，他想斜打我，我直接跳不跳得过？可跳过也不确定可以一打二，可以，啊，对不起，哇，我应该啊，我以为可以直接跳过，我应该几段慢慢往前。我最后才想到，哦，今天蠢了，因为他们刚刚还没有武器，只有棒棒，他拿链杆，自以为击退棒棒，有击退的好远。QQ， 他们现在有斧头了，可以破盾了，有可以破盾了。我刚刚应该几盾慢慢往前，就可以有安全的路了。太小看妹子帮你。有了。好，素描、啊、QQ 靠你们了，慢慢来。那个米菲左边他们有路通咯。好，小心，你们可以尽量挖那个鹅卵石，就有机会有铁。等一下哦，骨粉。好，反正我会帮你们看，有你们树叶有，而且我刚刚其实物资都有放在箱子里，所以还好，就只是损失一把铁剑跟盾牌，还好。
你们要不要两个人都先有武器跟斧头盾牌，避免人家 speed rush 你们。然后中间已经被黄队拿了，他们已经有附魔了，黄队很强，感觉剩下的可以线啊，可以做两把钓竿。